生在校园内进行初步认知，偶遇董明开花，当时感觉非常震惊。董鹏的事业能力本身很差，在很多地方的引众都以失败告终，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成功的存活甚至开花，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我想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的图书馆和其伴生的周边的树木之间形成了一个适宜其生长的小环境。这棵树在开花之后是否能够成功的实现自己的繁育，我们还有待进一步观察。